艺术家 Artilio 特别找我教大家看展玩 R， 就像这样学会后就可以把作品带回家放在房间墙上。真的很简单，跟姐姐我一起做就对了。首先拿起 iPhone， Android 我还不会用，打开相机对准 QR Code， 看见上方出现提示后，点选开启网页，再点作品图片，然后四周晃动手机作品就会出现。可单指移动物件，双指放大缩小旋转。学会了吗？然后你就可以把姐姐我，哎呀，不是啦，就可以把 Artilio 的作品带回家啦。更多作品讯息请脸书搜寻 Artilio Arts。姐姐刚刚教的有没有很简单？马上就去看 Artilio 的展览就对了。